turn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view.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那我们是在韩国租的车是这一台现代的 Casper G， 它在韩国算是轻量型的车。那因上一些收费的道路，它会根据你车子的大小，然后做收费的不同。那轻量型的车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一些过路费，对，但是相对来讲，它的马力真的也相对小一点。我们这几天在釜山，因为釜山的那个高低起伏其实很多。然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到那种很陡的坡的时候，很明显这台车马力稍微小了一点。不过我觉得整体上面来说，开起来舒适感啊，然后跟它的一些应用性跟一些电子系统，其实我觉得都还算不错。看看车子的里面的内装。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行李其实最后一天了，已经要上行李了。然后它的内装，它这边就是一样是电子系统的主控板，那主要有导航，还有一些其他像音响之类的功能。然后可以滑过页面，这边可以选择。那因为它其实可以，它其实像它的导航系统是原本是韩国自己的电子地图系统。那或者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手机接那个 Apple CarPlay， 我这几天其实都是直接接 Apple CarPlay， 所以它可以直接用。对国外的旅客来说，其实还算蛮方便的，因为起码在语言上面其实是不用思考的太复杂。然后它的主面板这边几个控制的，可以看到它这边一样冷气，然后因为这台是就是轻型车嘛，所以它其实排档相对的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然后它这边也有，就是可能因为韩国天气冷，所以它这边其实也有像是座位的那个加热，或是座位的那个通风。对，因为这几天其实天气蛮热的，我基本上都会开这个就是座椅的凉风系统。然后它这边也有，就是你可以切换成运动模式，或是一般模式，或是那个。就是，或者是它这边可以切换成，就是像是比如说模式的使用可以切换成，比如说像你可以选择现在是在雪地，还是在一些泥巴地或是沙地之类的模式使用。那再切换去 drive， 就是分成两种系统，一种是 normal， 跟另外一种的 sports 这样子。然后一样，这个在车子里面的这个面板。对，那这边就是像音响相关的，就是如果说你同时间有接那个 Apple CarPlay 的话，这边的按键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像中控系统显示，就这边可以显示行车的资讯。然后看，比如说现在它可以有方向，然后跟你的胎压侦测，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比如说模式的设定之类的。好，这边进去就可以设定。它这边就可以像，比如说你的，它会回到这边，像你这边汽车的一些基本设定，在这边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微调。好，然后回到刚的页面，就是一些行车的相关资讯，就是再回到基本的行车相关资讯的页面。那 Casper G 的后行李箱稍微有点点小啦，后行李箱的空间，因为我的行李箱是29寸的，要放到这个空间，其实它的后门会有点就是没有办法关起来。那我老婆这个好像是26寸的就还行，再大一点好像就没办法。不过它有一个好处是，看介绍它这一排的椅子是可以躺平的，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因为像我们两个人而已，所以如果你说躺平的话，其实空间还真的蛮绰绰有余啦，其实还蛮大的。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开车往大邱的路上，跟大家喊牛，然后我们现在那个韩国那条收费道路应该是15号的收费道路，然后。在韩国开车啊，如果是那个收费道路的话，它有一些道路是就是
是定点计时，比如说他可能一段，然后收费站他有人工收费跟你收，比如一段500块，大概500块海卷左右，因为我们的轻型车，他会根据车型的大小，然后来算过路费。然后我们住的应该是轻型车，所以过路费是最便宜的。然后上我们后来就是到了那个算是比较长的收费道路，他会叫你抽一张这个票卡，他就是用距离来计算的。那等一下应该下交流道的时候，他会另外再收费。那导航的部分刚有说，这一段路大概是应该是大概8-9千块韩元左右吧，大概台币200多块的过路费。对啊，还算是还好。那距离大概是我们实际上面开高速公路的距离大概是100公里左右。在车，我现在在测试它的功能。我刚开启的那个应该是方向的自动辅助驾驶，所以它现在应该是，我现在油门顺顺的跟着前车，然后它的方向目前应该是会自动修正。对，但是当然跟开特斯拉应该一样，就是你还是要稍微手要握在方向盘，比较安全一点啦。可是目前看起来整个方向它是会自动跟随前车的。对啊，那这还蛮新鲜的，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因为我在家里开的车也还没有这种功能。对啊，现在其实出来开车很好玩，出来租车很好玩，就是你可以尝试到一些很新鲜的功能，然后可以测试一些，哇，原来现在汽车的科技已经可以发展到这个样子了。好的，你看他现在叫我手要放在方向盘上面，虽然他是自动辅助，对啊，感觉跟人家开一辆特斯拉蛮像的，对啊。没有，他不会，他关掉了。他这样就会关掉。关掉了，那个绿灯关掉，所以他应该只有在高速公路的时候他会自动方向。像我要转弯下交流道，它这个时候它有自动方向，有我感觉到它的力道了。哦，它目前有自动转弯，那我们负责减速就好了。现在又关掉了，可能它有一些感应器是，对，现在绿灯又开了，可能速度要控制好了。目前是有开自动，绿灯有开，就是有开自动方向。好，我们要过收费站呢。韩国的那个货真的是有够多。然后我们这次导航，因为这次车有支援的 Apple CarPlay， 是叫 Apple CarPlay 吧？完蛋了，最近脑子真的不太好。然后那 Apple CarPlay 它这边可以用那个韩国当地的 Naver App Map 地图的那个格式可以直接导航，然后可是因为那个 Naver Map 的 APP， 它需要它有它的导航功能要线上注册之后才能开通。那我之前试的时候，台湾的手机应该是可以用来发送简讯，它传认证码给你，然后输入认证码之后就可以导航了，还蛮好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说那个像 Google Map 啊或者什么的导航有问题，或者是你看不懂当地的一些指示，直接用那个 Apple CarPlay， 其实就这几天其实真的还蛮好用的，问题目前都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操作上面，因为是等于是原来手机的界面，所以都还蛮顺畅的。Myself wondering,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ed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Something from nothing.
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ve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k what you teach.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testifying to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韩国租的车跟那个李多惠同一台现代的那个 Gasper G。 然后我们接下来尝试看看在韩国如果自助加油的话，好好插 IC 卡，然后应该是 gasol。 원하시는주부의방법을선택해주세요。원하시는주유금액이나주유량을지정하세요。기름을가득넣으시려면신용카드를선택하셨습니다。IC 전용외곽에넣어주십시오。신용카드조회중입니다。信用卡现在应该是正在出了。보통출발은然后차량의양옆길을열고노란색노즐을열고수입구에가득고기름을넣어주세요。好，现在应该是可以加了吧。然后刚刚是黄色的枪，好，然后它表归零了。好，然后来开始加油。好，跳表了。加完了。然后总共才8.多公克，因为其实我昨天有加油的，13000多块。然后卡记得拿出来。然后好，然后有收据，收据应该等一下要去还车，要稍微保存一下给他看一下。好，应该这样就 OK 了。第一次在韩国自助加油。到那个釜山的金海国际机场，但因为还车现在还不太确定，要还车在国内线，然后因为还车的公司在国内线的大厅里面，所以我刚先停车，然后先跟租车公司确认一下整个还车的流程，看是他要过去停车场停，去停车场取车，还是说我要把车开过来。好，然后旅程的最后一天呢，现在在那个釜山的金海机场，然后刚过海关，现在在免税店的区域休息。然后刚的还就是租车碰到一些问题，然后因为像还车的部分，我们因为是这一次是采用就是异地的还车，那因为在那个釜山市区租车的时候，他并没有很清楚的指示说到机场还车的流程是什么，所以刚其实一开始不太清楚，原来他其实还车的站在机场外面。那后来好险大家可以 information 用电话跟就是机场这边的店家联络之后，我确认他还车的地点其实是在机场的货运站附近，所以赶快开车去还车，不然其实刚还蛮紧急的。那我觉得这一次在那个釜山的自驾，那有几个心得。第一个呢是其实韩国人开车真的其实蛮快的，我觉得完全不输台湾人。然后在韩国开车，我觉得那个感觉熟悉度其实跟台湾真的很像。比较注意的大概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尤其是你要上那个收费道路，在关于使用 high pass 或是人工付费的部分，那像我们这一次有过两个点，
不小心闯错，走到 High Pass， 然后有一次是经过他的收费点，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国际的信用卡，他只能接受韩国当地的信用卡。那在还车的时候有跟租车人员问，他说其实像这样的状况其实非常非常常见，那他们是有采取补缴的机制，那之后应该会从信用卡里面扣款，就是在关于这个缴费，我们应该是 miss 的两次，应该是大概1000块左右韩币左右的费用，那之后可能再看账单，如果有问题可能再跟他们问。那关于在韩国租车呢，其实我觉得整体上面包含租借跟还车其实很快速很顺利，那尤其因为其实我在租借的时候是保了全险，我觉得这个真的其实非常方便。他们在检查车辆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看一下你外观有没有损伤，然后油有没有加满，然后记录一下里程数，大概就这样子而已。那刚在还车点的那大叔也很热情的问我从哪里来，然后对釜山的印象怎样，对，其实感觉还蛮不错，那大家真的是真的都蛮热情的。那这一支影片就到这一边，那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如果有任何旅行的建议或是一些问题，那可以随时在我的 YouTube 留言，我会尽快跟大家回复。好，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